对，圆完哈，还没，还没啊，哦，好，一台嘛哈，对，一台，好 ，OK， 那记得再投到里面去，好，谢谢，好不好 ？OK， 一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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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一台的，好 ，OK， 记得姓名、地址、电话都要写哦。 今天终于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到南投休息站，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其实有警察伯伯 police 大大有特别来关注，保护我们的安全，所以我们就是在这边开场。再来，我们就是线上抽奖了，好不好？这些这次的赞助商有赞助的这些东西，我们再把它全部抽出啊、哦，然后我们再把它一个一个寄出，这样子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我再来看看还有没有人没有抽到的，那没有，不是、啊、没有发到的，好不好？超伟快发完了啦。 马上写吗？对，马上写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来，好，来，谢谢。一台、两台，还有一台嘛，对不对？三台，因为他不让我们现场抽啦。八台，四、五、六、七、九台、八、九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好 ，OK， 阿丽佳，改工、姓名、地址、电话，帮我写清楚。好 ，OK，OK， 那这这好的，哎。 谢谢啦，谢谢啦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他叫做陈佩成，他现在在台中保时捷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哦，之前他在亨达，对，一年大概都卖两百五、两百八十台，随便卖啦，卡拉来，像是这样子，没有那么多。今年嘛，今年转账保时捷嘛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好不好？来来来，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的赞助厂商十一号车库，他在云林西螺，对不对？对。来说一下。 陈什么？陈廷，陈廷的，好不好？那他们也是，机油可以过来做，可以，也是都是 VAG 多啦，对不对？他们赞助 KG， 就是一台份的机油啦，没错。那我那天直播有讲到，如果抽到十二缸的怎么办？没关系，那照补照补，补到好。谢谢你们，谢谢谢谢谢谢。祖传老司机，没错，就是我。保护贴跟那个易经的。 好不好？他赞助三台，谢谢。祝你耶！谢谢谢谢谢谢，好不好？早日破百万订阅。哎，我们先朝十万，好不好？先朝十万。下次不要在这里办了。还差九十万。还差九万，还差八万多。扬声车业的老板。站在好。哎，不要，他站这里。我站这里。他站这里，因为我这样才可以比较高一点。你现在拍我脚干嘛？扬声车业老板 Jason， 好不好？在场如果是服侍的。 有在有听到的 DQ 200的，你有经理老干呢？台中去啊！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来，买车不用找他，不用找我，找经理没有较俗啦，是不是呢？来行的啦，买车拿出你的心意诚意来，交朋友，卖港台给。 爱台，哦，是啊，爱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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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子，今天辛苦了你啊，好，你安尼用，来来来来来，台中伯伯在公益路，唐伟俊，好不好？雨伞车，他赞助的雨伞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哎，你怎么拿着我的口罩？哈哈哈哈哈！当过路人员呢？那重点是他没有戴我的口罩，拿我的口罩。 哦，你看啦，哎、欸、来，你看我才放一张 A4 的纸而已，已经又要快写满了。哇，没关系啊，新竹下来的，我今天就不特别讲话了啦，好不好？我也累了，哎呀、啊，我还要跟大家说笑。今天我看也不用清鸡蛋了。大波浪 pose 没在收这，是安呢？就这样，来个叠全身呢。
全身 A 啦，全身 A 啦。去年我们就办过金龟车群的，不好意思呢。没关系，你认识我吗？真的，帮业主给他看，我们就帮业主叫，因为长在前面。对啊，我这样子好不好？来，汤姆先推荐自己洗车 DIY。如果你很爱洗车，来，我告诉你，哈卡360车漆维护剂，就这样子，让车子洗完以后，啊，喷在布上面，擦一擦，啊，除了跟你的水渍说拜拜以外，啊，它还会有咕溜咕溜，很像打蜡的效果，就不用像之前这样打蜡那么辛苦了。哦，所以鼓溜鼓溜的，哦，还会保护你的车漆，然后让你的车漆也会比较亮晶晶的。自由发挥粉丝团下单享9折优惠哟。好啦，大家都很听，差不多了，解散了哈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我看一下跟大家说一下规矩。你看，来这边车漆其实就要带这种小板子做好。哦。对。哎，这就是什么？嘉义红金宝。嘉义红金宝，哎，记得在那个立宝拍过一次啊，才有没有？不止，哦，不止吗？领导老咖，领导老咖，我手工银行帮我搞工，好了 ，OK， 辛苦了，睡着了，我来，他就来，真的来，然后就坐在那里了，你也辛苦了，不会了，应该的，警察这样子这么多。还可以这样顺利这样办，还可以顺利搞好，没有，啊，还可以顺利发完，哦，真的发到没有券的还可以用，真的只有申请吗？是吗？没办法申请，我发完了，全发完了，全部发完了，就是几乎能发我全发了啦。我想到是有申请，所以警察才那么没有没有啦，他们有人监督我们，有人监督我们在这边办大型活动。他高雄半小时就超掉了，那你来撑多久？真的最远呢，屏东呢？真的呀，对啊，屏东人啊，高雄，屏东，辛苦了，等一下回去要开慢一点啊，辛苦了。这是怎样？我们要你啊，嘉义红金宝啊！我靠！然后讲在已经有报上名了。哎，你要站上面？啊，对，我也站上面。你要站上面啊？继续。你的头发怎么了，摄影师？很热啊。好了，我们在10月1号南投休息站的这个车距大概也算是告一段落了，好不好？今天其实。超乎我们的想象，超乎我们的预期了。好，我们在这边跟大家说声抱歉了，好不好？因为今天受到警察的关注，谢谢大家今天来这边到场参加我们的自由发挥第一次办的车距，这个数量吓死人哦，真的。如果有来现场的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对啊，今天就这样子，谢谢大家了，谢谢大家。